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短腿。今天去711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所见即所得的福袋，内容物还是挺丰富的。袋子很乖，平时出去买东西当购物袋还是不错的。它这里面有沙琪玛、炒酸奶布丁、脏蹦杯面、抹茶曲奇饼干、甘栗仁、芒果干、山药薄薯片、花香梅、咖啡碳酸饮料、朝日啤酒、洗面奶、一包抽纸、一盒饼干，还有巧克力。特别喜欢这个咖啡味的碳酸饮料，很像星巴克的一款夏日特调。天儿太热，巧克力都化得不成样了。正好在办公室有点饿，就把这包薯片打开吃了。洗面奶也要用完了，这一切来得刚刚好。感觉这个49.9块的福袋还是挺超值的。那这一期的分享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话不妨素质三连一下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